真的是个破土。天子，一道军官长就给我丢石油了，醉了。不亏，死在他身上。不亏，搞他一口。下一波不好救人的，空姐有一个隐藏伤害，唯独要小心的就是这个前锋开球。多动一下吧，我不知道他在哪，赶车就是问题，一旦被撞到了就亏了。撞墙了。哎呀，这波挡刀亏啊！这波挡刀血大，这主要那一波没给到前锋一刀就伤。我们帮他插台电，填不了气球啊。差点炸了。那一波欠不了气球，就很伤。我们现在全体都在摸人，三个人在一起摸。
黑妹，黑妹重新修。黑妹要过来救，他到了吗？哇，这个判定我真的是杀人啊！空姐应该在这儿。地窖嘛，地窖在哪来着？地窖。哇，亏炸呀！带传送，这招就亏单到一波挡刀。然后就是前锋那一波撞的这个椅子，视野太低了，他又把蜘蛛搬了。哎呦！两个人，不是空姐就是调香师啊。你要找空姐，我也不找调香啊。视野就好，视野好就是好事，能看见前锋。视野不好就不知道前锋从哪来，就难打。空姐我也守，除非你把他卖了。真卖啊！够狠。给调香师一刀再说。然后我再继续蹲。我就不信你这把还不过来。
还差一台，强势残血去修石像了，限制在废墟。前锋摸好也是救不了人的，存了一屁股的丝。前锋不追，你急得守不住了。修，你这跑得动啊你？你修应该摸人了。我猜在这个方向，不是这个方向。救不了人了呀，连怪两把打了吧，这只乌蝇呢。还想挥手掏啊，我的妈耶。这鸟给力，哎呀，这还踩到了。就三台，难打喽。
火为什么这么少？他们得输喽，被救下来的人基本上是没有了。说了吧，所有的救人压力放在空姐上，他估计是扯不下来人了。给力哦！空姐没治愈，叫我摸人去了。你是真敢修。这破图真的只能用爱哭毁了吗？你用其他图必输。不去小门，直接去四号机。黑妹追吧，黑妹还好，有愤怒，有困兽之斗，干嘛不追？不然跑了。再拿一刀。鸟就这样给了。我还是能拿一刀呀。死没趁走。想换人抓，算了，换人抓的话亏。换人抓抓不到人了。
我不打你。 三个人去那这。<笑> 秀的哟，一顿操作。我这边打算吐前锋一口传送，吐不了。 缺三连击。 炸呀！ 慢反出去了。 都是挂过的。
这还压住了，可以炸呀！他最后一波还是给他压住了。 机会，快点！前方在开门。 要在这，确实还可以跑。 毕竟是这三连电机，狗赢了。 哟，那两人都起了呀！哎呀，卡住了我日，不然他们要带走的。 亏死！而且这个鸟我没看懂啊，我都没抓到它，它怎么把鸟交了？这么虚的吗？
醉了醉了，真醉了，这个鸟没看懂。空姐救我，这一波应该不是前锋。没有啊，这你都敢晃，死啊，再不存着把它没了。前锋救。卖了。这不救了。你看那前锋，你看那前锋，哎，在这看。没修，我要等那空姐修机子，还没修，修了。与其等他修机子，还不如直接把他打倒来的实在。想直接点了呀，很感慨。平了平了，这波他把魔术师卖了，就容易平。
如果再来救一波就好。清风，海边，黑妹，小船。你这翻窗的估计是空姐吧？除了空姐，还有谁胆子这么大呢？这较强，大船，先知是真够怂的。搞了半天，前锋没过来啊！我在这骗自己，我日！前锋在那海边笑得开心，我机子亮了。完全可以不抓黑妹了呀！你这把所有球全交了的话，那我完全可以选择远程拉人了。优秀，就知道这个逼会玩回手投。套习惯了，这是。两个人都可以装。
把我血压超高了，真好。你电机差那么多，骗谁呢？哎，我刚才听到还差那么多，一下子就滴滴滴了，就狠。说不定那个箱子里面就是一张厕纸，擦屁股用。开箱子，两个幸运儿，这，两个啊，先知黑妹，我日，表面幸运儿。还慢翻出去。优秀，这么喜欢麻烦的吗？这个人，死！哎呀，死没放出来。我来蹭个三层丝，不然等会儿就不好打了。把我丝全踩了，只有一层，算了。不敢装，他装我就白给了。哦，目的弹，目的爆，目的难受啊！这球估计很长。哎呀，穿一秒死！这要玩起来了。亏呀！这是先知，真的是有丝用不了啊！这就非常烦了。
三层，没事啊，现在就是穷。 要么男人，要么招空姐。 应该是要挂死，那过半了。 每次的有事放不出来，没办法。闪跑了，白给了。 四号机这么容易刷钱不呢吗？每次来四号机都是钱崩。
这都没抽到，我的人惊了，我都。这还跑得动，那真是见鬼了。都得快修完了，不松口不动啊，怀表还没交，很弄，你这还撞啊？平了，他的球一直都留着开门用了。